那在场上看到你还是用那个 Z Strike 是吧？啊，对，你的球拍会换吗？有在尝试其他的啦，可是还是不太习惯，就是其他那些球拍的拍头都比较轻，比较不太习惯。所以你是喜欢那个 Z Strike， 因为它还硬是吧？就硬又球那个拍头也重，拍头比较重，比较好控制吧。如果那个99呢？你说最新那只黄色吗？啊，那只黄色的，可是那黄色太轻了，没办法控，就杀球很快，可是其他可能打不进。对我来说啊，可能其他人可以哦，我可能技术不是那么好，其他人可能可以。对，我比较属于控制型的，可能没办法。